好，大家好，现在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啊，这是2017年的世锦赛，火箭与丁俊晖的对阵，现在是9-5，丁俊晖领先火箭啊，第15局，长台没有拼进，不过火箭也是同样出现失误啊，没有打进，但是同样也是没有留下机会。最底侧左侧啊，打一个左侧薄边，将白球给跑到上半台。这两杆是非常的不错。球形逐渐的是被带散开啊。左下底有个带口球，丁俊晖把不住机会，看看能不能把握住啊！左下底带了长台，带口球，好，打进，率先拿下1分，然后彩球的连接啊，应该是中断了。直接去贴一下咖啡，做一根斯诺克。哎，好，这样火箭啊，高杆右侧的一库。没有碰到，这样罚了4分，给到丁俊晖。看看是不是要好解第二次。这一次没问题了啊，但是左下底带，哎。看一看，是留了漏球的机会啊。高杆的一库。篮球左上顶带的连接，打完以后，好，低杆去走白球。没有问题啊，黑球上方这一颗。撞了一下，但是也是可以成功叫到啊。局面对于丁俊晖来说应该难度不是很大。继续左下底带的连接，好，低杆去走，叫到黑球。继续左下底带。
继续绕着黑球去进攻啊。整场比赛啊，丁俊晖打的张性很足啊，游刃有余，节奏感也是非常不错。今天的丁俊晖状态是非常不错的。切一个右下底带，高杆去走，叫篮球啊。好，吃一库叫到篮球。好，篮球一个向下的角度啊，下来以后吃一库弹起来，右侧的底带一个大角度，大角度啊，看看能不能打进，好球，还是去叫到了篮球啊，但是一个向上的角度，看看。白球这样去绕台吃三库啊，能不能走下来？丁俊晖也是露出了难看的表情啊，因为这样没有特别好的上手机会了。没有打进。这样中断了啊。好在火箭也是没有特别好的上手机会，去做一个防守。这应该是防守啊，带着防守的杆法去打的。看看白球的落点有没有漏，没有藏住，好像是漏球了，又是一杆长台。好球，底库一库起来，交到黑球，左下底带啊，连接的非常不错，这样黑球打完以后啊，这样台面还有67分。打进超分，好球，超分了啊，这一局。低杆一库，右侧的中袋。这一局也是成功的顺利拿下啊，将比分给推到了10-5，一个非常大的领先优势啊！恭喜丁俊晖又拿下一局。